并没有夫人想象的那么可怕。人生在世，要先有用处，才能够得到机会，不是吗？小侯爷只有这一条生路了，否则的话，就会死得不明不白。听我的，给小侯爷留封遗书，把该说的一字不漏的都写下来。你想让我写什么？当年莱阳王的死，夫人对于先帝、对陛下、对长林王20多年的恨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，不能让小侯爷糊里糊涂的被人欺瞒下去。他得知道他的复仇母恨到底是因何而起。四哥，我求你给我句话。你抵了命，小妹的私仇算是报了，之后一码归一码。你儿子按说应该叫我表舅，如果日后真有心，以我东海为主，何愁功业不成？徐大哥早。天津，我丑话说前头，今天我来主要是来陪你，至于如何盘问莱阳太夫人，我可完全不清楚，既帮不上忙，也帮不上腔。走吧。嗯。徐大哥，平静。二位真是稀客，这么一大早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小侯爷大概知道，我跟平津奉陛下旨意，正在追查宫中旧事，有些细节，还想麻烦问一问莱阳太夫人，还请小侯爷通禀一下。问我母亲？嗯。啊，好。一直没应声吗？是啊，早上夫人没出来吗？夫人，哎，小侯爷来了。小侯爷，怎么了？小侯爷，太夫人今日一早没有起身，奴婢们敲门呼叫都无应答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正想过去禀告您呢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能确认他死于莫自侯之手？肯定是。此夜流书可以伪造，但莫自侯的剑锋绝无可能。也就是说，他查出淑妃之死，竟然是莱阳太夫人下的手。他真想不明白，他有何缘由？
飞斩，平津，在。朕命你二人亲自押队，搜查莱阳侯府。遵旨，遵旨。秦大哥，怎么了？你带我去查抄吧，我想去看看元气。你劝劝他，让他安心等待生命吧。等等，你们这要干什么？回二公子，陛下命收敛莱阳太夫人，由宫中勘验，再行处置。怎么个再行处置？这个。元气，元气，元气，你还好吗？平静，我不明白，昨天还好好的，这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？此案牵扯挂腕，一时间说不清楚。现在禁军还在府里行亡命，如果查到什么，我们一定会据实上报，绝对不会污蔑莱阳太夫人。你暂且放宽心，不要伤了身子。这个还得看查抄的结果，你先不要着急。平静，就算母亲有天大的罪过，她人都已经死了。起码，起码着莫非她摔盆落枣，留个再修人事的机会吧，平静。这事我会想想办法。去求陛下开恩。平静，你是长林二公子，你说的话陛下一定听。平静，你帮帮我。平静，你帮帮我。平琴，你帮帮我。二公子，荀大统领，请您速去后堂。知道了。云琴，请起来。起来。平琴，云琴。你放心，这事我去想办法。秦大哥，怎么本宫近日事忙，也有几天没好好看看我们二皇子和三皇子了。来，带过来。
哟。启禀娘娘，陛下宣召，请娘娘到养居殿去一趟。皇后娘娘驾到。臣妾奉诏参见陛下。事关内院，皇后也该听听。臣妾遵旨。上来吧。皇后娘娘，坐吧。谢陛下。回禀陛下，臣奉旨搜查莱阳侯府，发现太夫人卧房之中设有密阁，里面确实有几件匪夷所思的东西。呈上来。陛下息怒，通过此物可以推断，莱阳太夫人对陛下与皇室的怨恨绝非一朝一夕。当年先帝对他们母子以示开恩，真想不到他竟是如此这般冥顽不灵。陛下，莱阳太夫人偶然得到了可以伤害长林王府的机会。这是在府中搜到的另一样物证，皇后娘娘应该是认识的吧？这是当年臣妾赐给世子妃做礼物的装盒，陛下您是知道的，世子之前也托我查过这个事情，可是怎么又会在莱阳府中？皇后娘娘，臣手中的这个装盒
才是那人一直在用的装盒。回陛下，莱阳太夫人绝笔中所言，七年前她暗自调换了皇后娘娘送给世子妃的装盒，送到长林王府时已经是世子方才呈上的装盒了。这两只装盒的大小形状几乎一样，时隔七年皇后娘娘不认识也不为怪，只是凭章呈上的装盒底座略高，其内装有夹层，而夹层内抹上了东海珠胶。东海珠胶？陛下，东海珠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极寒之物，长期接触的人会无法生育。什么？这是妇人之心。陛下保重龙体。还请陛下不要太过担心，经过姬风堂新堂主灵犀姑娘的一番调养，小雪的身体已经在恢复当中了。能恢复就好，能恢复就好。回陛下，莱阳太夫人的绝笔所言当中还交代了淑妃之死的原因。把信呈上来。皇后，陛下，是他吗？臣妾不知道，陛下。是他写的吗？虽然抬头有五儿元起，可却没有落款。字迹是他的吗？看字迹，是他写的。回陛下，信中提到
莱阳太夫人调换庄和之事被淑妃发现，淑妃好言相劝，却被灭口。这一切从时间、动机到物证、口供，全都属实。由此可以断定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莱阳太夫人一人所为。禁军一早就查封了莱阳侯府吗？是。莱阳太夫人的尸首只裹着一层布抬了出去，但没有看见萧云起的影子，应该是禁闭府中。巡飞长和萧平京呢？已经回宫复命去了。既然事情已经无法遮掩，那就做个了结吧。朕怎么都没想到啊，朕的淑妃竟然是死于自己的同族姐妹之手。因为墨子侯的寻仇，我们知道了莱阳太夫人就是谋害淑妃娘娘的真凶，由此反推回去，再加上以前已经发现了一些事情，这件陈年旧案的大致因果此刻总算是可以拼凑清楚了。没想到这些年他假意恭顺，其实心中却如此怨毒。幸好陛下福泽深广，没被他的咒蛊所害。臣知道陛下心里难过，但如此久远的尘案能查出真相也算是个宽慰。陛下病体未愈，若是因为盛怒伤了龙体，岂不碎了那些罪人的心愿？望兄说的是，朕确实觉得有些疲累难支，今日朕不想再处置什么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陛下，陛下，望兄你不用担心，朕真的没什么，只是想歇歇了。陛下保重，臣等告退。陛下，是臣妾无能，未能发现后宫之中竟有如此之人，害得淑妃妹妹遭此毒手，还望陛下责罚。皇后啊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陛下，thank you.
大哥，莱阳太夫人当然罪有应得，但我相信袁启应该没有卷入其中。他现在被囚府中，处境艰难，没有办法面上申诉。他也没有求我别的事情，就是希望我帮他告知陛下。平静，莱阳太夫人的尸首还在勘验，袁启在府中也有人看护，这会是不是该操心一下自己的事儿呢？我操心自己什么事儿啊？世子爷，世子爷，老王爷叫你。是。还有二公子，说雪儿的事你们俩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是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父王军务繁重，晚辈的事情尚能自己处置，不想再让父王忧心。不想让我再忧心，这是多大的事儿，天大的事儿！平常起来吧。没说让你也起来。那林姑娘诊断之后怎么说？父王，林夕说可以调理，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，要是能早一些发现，不拖到七年这么久就好了。平章留下来吧。平静，你出去。父王，您确实应该生气，但您这火不应该冲大哥发呀。出去，出去。父王发这样的火，他把我一个人赶出来了。那父王在责骂你大哥吗？这不怪他呀。对呀。父王，我听说你把世子东院从周管家的手里交给了你的副将，为什么？周管家已经年迈，孩儿想平常。现在你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是不是就不想跟父王交心了？父王言重了。平常，起来说话。平常，为父我想听你说实话。
舒管家有一个孙女，是小雪身边的侍女。孩儿查到数年前，他曾经把这个粉盒摔坏过一次，心中害怕，那就给周管家偷偷的修补。这里头夹带的东西，周管家当时不可能发现不了，但是最终又照样送了回来。说起来，这个周管家是我们家的老人呐。他知道，他知道雪儿和你的感情，也知道雪儿没有孩子，你也不会纳二色。他这么做只有一个解释，不想让你留子嗣。父王，嗯，周管家是跟随母亲进府的，心中自然有所偏向平静，孩儿不问也知道，想必他是替母亲觉得委屈了。你母亲要是还活着，二公子，那不是周管家吗？怎么回事？老王爷有令，押送周管家到韩州乡下庄子上幽禁。为什么？一大早周管家就被叫了进去问话，老王爷为何发怒，属下也不知道。大哥。听见了，你大哥刚起身。大嫂，今天可没有早饭哦。
大哥，周管家被父王押去函州幽禁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说什么？周管家出什么事儿了？平津竟然说是父王之命，想必是他犯了什么错吧。可是周管家是看着母亲长大的老人，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能犯什么错被流放幽禁啊？父王的处置必有他的道理，咱们做晚辈的就不要多问了。林姑娘还在等着你呢，快去吧。看在母亲的份上，今天你问个清楚告诉我好吗？嗯。我觉得大哥不用问就已经知道为什么了，对吧？从昨天开始我就觉得怪怪的，你跟父王肯定藏了什么事情，你们两个自己心里清楚，单单不告诉我不行，都是一家人，我受不了这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，你今天必须得说清楚，不说明白我不走。坐吧，我站着就行。周管家大约在四年前就发现了夹藏在粉盒里的东海珠胶。啊？那他为什么不说呀？他不说是因为那样也算是合了他的心意吧。我不信，他这么做完全没道理啊。周管家在咱们府里近四十年了，照看母亲，照看大哥和我，你说他这么做是图什么呀？你知道父王是先帝收养的吧？当然知道，这事儿全京城的人都知道。我也是。你是什么？我也是父王收养的。母亲待我视如己出，可是对于周管家来说，我终究不是母亲真正的孩子，而母亲的亲生骨肉却因为我的存在没能成为成林府的世子。所以说他这么做
从此。